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阮就是做工人，我的路会做工人。天袂长就出门，唔惊路头远。家庭产食无法度，穿着破衫裤，爱人约束身躯无半裤，无法度。无法度，无法度，实在无法度。阮就是做工人，打拼的做工人，自在去无休困，做到断烟，高山长，望天长。唔通迷想人，因为阮是生活真困难，无变步，无变步，无变步，永远无变步。阮就是。工人，青春的做工人，为前途爱打算，唔惊脚手软。大粒干，细粒干，打拼地做工，望将来会打着光明路。梦占道，梦占道，梦占道，做工梦占道。欢迎收看《宝岛漫步》。哇！哥娃！哥娃！去哪里？南宝岛漫步又来了一位新伙伴哦，新同学。赶紧的看镜头，把你家己好好啊介绍一下。我是曼玲，我是曼玲。啊，这位是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敏。哇、哦，阿敏，讲要叫我啥？曼玲。啊，我今日要来向你学习，加入咱报道曼玲这个团队，我爱叫你学姐。哦，未使。没事，叫我老师哦，我还叫你老师，叫神社。哦，神社老师，人阮真正哦，教跳舞的蝴蝶儿今天去教跳舞了。真正老师，老师无来。啊，我没事叫学姐，我嘛没事叫教授，嘛没事叫神社。啊，无要。我但是啊喏，曼宁不是的哦。校长也是校长，对对，你拢未记，拢未记，对对对，好笑的笑，校长是校长啦，是啦，啊哦，叶大哥有讲哦，讲阿斌来你再高追排队排个力啦，吼啊，各行各业都要传承，吼，嘿，大家拢有机会啦，嘿啦，我排只久，我排条久安尼。会紧张啊！我等偌久啊！我来讲观众朋友，我今麦坐伫遮吼。叶大哥吼、哦，徛咧头前，遐迄甲我看，很恐怖吗？很恐怖。啊，讲无紧张是骗人诶，卖紧张，非常诶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等一下开放口音，都足侪人敲电话，你要甲你开讲啊！甲你加油，加油，加加油！你起码看我讲无谁讲你妈才骗来啊！拄仔有听到导播的话，五四三。然后你到底是要开始讲啊，我开始讲，是不是有一点啊 tempo 抓不到的感觉？是，有一点啊拖在等，拖在等。然后来，现在可以有看到有人卡你麦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呢，来我跟你讲，不要紧张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很快就会习惯了。这就跟他讲吼，咱现在去哪里要带啊，咱家的哈小宝贝来去游击队读册，有无？阿姨有叫伊进去，进去，老师底下。
伊讲不要不要，啊进去进去，伊就倒退路倒退路倒退路。啊，今嘛那进去就开心啦啦，对啦。你今嘛伫个外口紧张没有用，坐上来就开心了。我讲坐上来的时候，伊讲五四三二一，我敢那伊脚床伊要爬起来，唔过吼，敢那伊啊，你念着脚床爬袂起来。很想要冲出去吗？不行哦，叶大哥伫门口咧等咧等你。阿嘞，其实啊吼啊，人生都有第一次啦。哦、像曼宁的第一次呢主持节目、那时候才20岁、啊、我都在看那股票有没有，我每天都今天台北股市、几点啊，起几点落几点，成交量多少、然后就不会了，差不多一个月都说同样的话。你比我好多了，你还会笑耶。现在校长满意做啦。我看哦，咱先来听歌，连咩开放口音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有感觉我们报道漫步愈来愈厉害咯？嘿啊，真正牛年搞不一样啊！来，咱今嘛要听多几首歌。这条吗？哎呦，最输起偷懒。哎呦呦呦，今仔日就是讲阿斌啊，等你第一讲，最输起偷懒，来。今天坐我旁边这个你有介意无？空不空空？
0800-863-888，现在就开放可以啦，刚才我们说好了，说好你不要紧张，我们的观众朋友秀辉连盆一定会打电话来拜，给我们拍拍手，再加加油，加油啊，先敬大家一杯茶，你感觉好不好？来啊这好做吼，敬你一杯茶，健康无问题，饮落去。啊，赞吼，赞到会破尿嘞！饮了会较无紧张无？有有吼，安尼我会使接电话啊无？会使。观众朋友，0800-863-888，第一个甲接一个，喂。喂 ，Hello，Hello， 喂，哇，你笑啊，你笑啊，你知影这个是啥人？喂，我即将放烟火，去去叫伊来吃。我伫遮着你，我着真欢喜，很开心哦，好开心！我收到啊，收到啊，这是家己的陈秀，陈秀啊，陈秀啦。拄啊未开放，可以就家己买啊，又来，搁接搁接。空中和你见面，嗯，喂，喂，曼玲姐你好，安吉弟弟，哎，你好，阿斌姐你好，你好。我是热心的报道达人嘛，就是这开计程车的阿杰啦，你好。啊，后礼拜后尾拜就得要过年啊，我要用你甲曼玲姐讲一声，祝新年快乐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啊，你无甲咱在台爸爸甲妈妈、姑姑甲姐姐祝福一下啊，甲咱观众朋友祝福一下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好，帮你开，帮你说，帮你说。咱可以甲观众朋友祝贺一下，我袂晓讲。啊，哎，其实我们的伊还要讲款呐，安怎安怎？紧张，头一届考来袂晓讲。干的，你看我们阿明干的紧张，空不空空8638888，可以可以哈，今仔日新同学来，好热场，好热场，好热场啦，哎，开心开心。啊，拄啊呢吼，啊，这个做书去，去偷懒对吧？对。这个 MV 是我们特别去找的哦，对，对不？嘿，这得做少播诶，啊，这嘛不是咱现场录过的，不是，就是当初那个新的 CD 新歌的时候哈，就拍 MV 了。对啊，偌赞呢！这种我定定提出来播哈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咧？你叫谁啊？你家？阿诺呢？小蛋子嘞呢？小蛋子，你找人诶呢？哦，空不空空8638888，空掉啊！吼，其实就最近这几天哦，大家一定做无用。假日的时候也很忙哦。其实拢咧无用啥，啊，都要过年啊！真的，马上就要过年咯。啊，你有年会？对啊，啊，你有传无？观众朋友，你有传无？啊，传好啊，未落。啊，你啊已经提灯去擦。我你看，我偌贴心吼，咱偌贴心嘞！再过年搞啊，紧上个观众朋友心。来来来，紧嘞，搁接一通，0800-863-888。啊，我的大春，新的美女，阿明，阿明的新的同学，我紧嘞，跟嘉宾啊报告一下，我这个大春的阿丢妈妈呢，吼，是咱哦波多漫步迄种忠实观众。哦，嘿呐，新同学来，拢卡来沟通的，拢甲咱鼓励。安尼哦，谢谢大春大姐，多谢你鼓励。波多漫步吼，我拢有报人看，朋友爱看，啊，佫卖产品。哦，甲你多谢你。我拢买着。感恩啊！实在，哎呦，叶家仁先生讲我感恩伊，安尼我觉得伊的物件拢真健康。哇，我嘛甲你谢谢啊，谢谢啦，很多岁了呢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啊，祝个全国的大家听友，大家拢平安。好，这句上赞呐，来劲的，我甲你干劲一个，哦，爱劲爱劲爱劲你一个哈，真赞的。啊，啉茶哦，继续搁甲啉哦，啉哦，欢喜哦。你有看我的节目有迄啉茶无？有无？有无？伊挂断来听无？听无？咱这大村的妈妈吼，迄茶已经啉到吼，要比咱较朴素朴啊。咱大家有足侪好朋友拢啉茶啉到足朴素朴的，因为啊吼，我嘛是听咱的听友讲，才知影讲，
拿来行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也是戆戆啊，你用泡的，后来才知道用行的吼，佫较好势，味较会出来。对啊，啊，迄天咱的这个茶博士来啊，迄、那个诶。钟老板，伊讲因那么炖茶啦，啊对对对，哦炖茶讲会使炖三工，啊用咱的普洱茶落炖吼，讲迄茶吼佫较好，佫较浓，嘿佫较浓吼，啊炖起来吼，啉起来吼，敢那是迄个中药安尼，对啊，所以人讲有茶啊，啊只有普洱茶是这样哦，对，别行的你若安尼炖，差不多胃爱歹，有臭酸啊，对啊，敢那普洱茶会使呢，而且最近哦，食好料吼，开始咧试菜啊。有啊吼，哎，一寡物件拢寄寄来啊，开始咧吃啊，讲吼，哎，哎，有当时啊，有影食了较侪，这项真正爱，这项得爱甲啉落，真的要喝，改洗肠，才会好食。嗯，对。啊，来，搁接电话，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。喂，你好，侬安怎？家姐，伫家咯，伫家。有啦，请讲。啊，我来表表甘愿啊，就。几啊个月收袂出来，哎呦，哎呦可怜哦！来，你是江淮呢？对对对，江淮妈妈哦，监管的听无到你啊，哈！安尼叫过来报吼，都排队落去啊嘿！哎，监管嘛，你要定定报呢？系啊，好像也是有啦。哎，可能咱报伊无听到。啊，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，不要紧啦，咱都达工节目第一只，继续讲支持，一定互你等着哦。喂，你好，午安啊，午安，请讲，午安。是曼宁小姐吗？是。啊，你请问你哈，今天跟你斗阵主持伊个小弟弟，弟弟拢无看。弟弟，我甲你解释者，叶大哥讲，吼，即马就是吼，大家拢有机会上节目对无吼？啊，阮弟弟会唱歌对无？嗯。赞吼，弟弟即马叶大哥咧甲教。讲要甲伊调整，互伊唱甲如何？啊，到时要甲叶大哥合唱。哦，好好。伊即马咧专门用心咧。在唱歌就对了、哦哦、你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了、哦、好好啊，给我们加油、哦、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新希望，今年呢、哦、这个波多曼波真的2021一开春就真的不一样，不一样对不对？所以啊、哦、咱啊好朋友今晚、哦、我们有阿明姐姐，好，小蝴蝶，阿哥，咱的小凯凯，还有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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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， 阿哥，咱上大尊的王爷，哈，可别顶头啊，你亚东哥，一起来哈，陪伴咱的好朋友，哈，所以咱的波多曼波安尼变化愈多啊，今嘛不是干的口音呀，对不？咱够像口音。还都对嘛、嗯？我个会靠观众朋友力哦。有的时候咱，咱的听友接到了，啊，有话错接到。那一天有一个巴黎的姐姐，你讲哟，啊，你也知今仔日窗啊卡好我，我讲哟，啊，都多抽到你，你讲哟，今仔日我生日了。那家都好，对呀、啊，真巧、嗯。人讲诶，人讲天神天煞相连，就是安尼啦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真的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哟、啊欸，好棒哦！好棒啊！两位美女，感恩你、哦，谢谢你，和你讲一个，和你娱乐，心花开，我拢足欢喜。哇，开啊开啊！感谢你哈，万祝福你好棒，健康阁欢喜哈，谢谢哦，谢谢。来，咱来开讲一个啦，年菜要煮啥啦？年菜恁家拢煮啥？挂菜鸡，挂菜鸡，嗯，挂菜爱阁用鸡，是啊，爱阁两干贝，啊诶，有毒无？迄鸡肉有毒无？要毒嘛会使，无爱毒规只嘛会使。啊，规只，你再摕来摆，嘿。无、哦、拜拜的，无拜拜的，先来拜拜，他起来煮挂菜鸡，安尼你才袂浪费。哟、哦，所以这招嘛是赞的吼，过来肯干杯哦。嘿，这会甜，经济袂歹，经济袂歹，爱参酒无？唔免。今卖观众朋友经济拢袂歹啦。啊，人阮家吼，我已经过外省的，所以阮家拢一定有食狮子头。圆圆满满的大肉丸，有无？啊，唔得，迄做是唔得，
下下，我都派阮家的小胖胖啊，就安尼吼吼吼，安尼太 Q 咧，相扑咧，短短。所以啊，做这个过年前啊，大家咧传年菜下吼，实在是真劳累吼。啊，其实也希望大家不要太忙太累啦，哦，嘛卖伤忝啦吼。最近安尼吼，其实为今啊日，明仔载小可北部落雨啦，啊，过来就拢好天啊，所以嘛免赶啊。哦，讲若要洗东洗西吼，我那安尼诶，超一下时间的啦。豆豆啊来，啊豆豆来。咱今嘛吼爱放慢脚步，未使急，不能太紧张。咱今嘛吼未使吼，未敢急搬。阿妈袂使闭关个闭个，爱说你。我来分享一个那个，那要洗迄个沙滩有无？纱窗啊，你有知影？咱今年吼都无啥落雨嘛，无风台，但是空气真歹。迄沙滩拢安尼一顶安尼有无？哇，迄灰尘哦，虽然感觉空气也会过吼，但是你若安尼小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哎呦，规条的安尼啊！啊，你莫用水来冲，浪费水，要宣导吼，规啊规台湾拢欠水，爱安怎你知无？爱用迄布打布，安尼个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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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伊个垃圾不着安尼规规卷规条安尼乌乌，啊，甲你起来，你起来，吼，啊，咱再用布用打咩哦，啊，就去切过，切 ，OK。哦，砍掉伊嘛死，唔免背管背个，佮砍佮规地拆落来。安尼就是，安尼就是爱用一支迄落伸缩，安尼解，对个安尼解路。观众朋友，万宁安尼讲，恁知影无？阿边阿咱有考虑无？上一支啊，迄长的迄条。安尼红路，哎，这也使考虑呢。安尼观众朋友较袂烦。啊，无咱就炒菜掉都咧上啊，讲吼，掉一支这安袂歹。马上变成婆婆妈妈的最爱吼，咱的播种歌本来就是咱的听友的最爱啊，对不？啊，两个哥哥两个，阮三个安尼来处理一下，对不？该合理的拢会。拢合理，因为吼叶大哥吼做听现在观众朋友，对，所以拢会想要做周到。你看过年就想讲吼，大家拢会换新鼎，对，爱的吼赶紧穿一个新鼎来送。家己袂好炒，妈要互恁炒。所以今晚咱妈来上一支迄卤诶，阿妹咧啦，今年妹夫啦，美女啦，美女他来传啦，系啊，阿娘咪啊广告时间，佮你传一项佮较赞咧，佮较赞。今年这项提无到袂使，嗯，顾你诶，顾你诶身体，啊，对对对，顾身体就最行诶，但这项你绝对不能没有，绝对不能没有哦。咱三顿拢爱用诶物件，是哩，但是今晚个人敲敲门，佮接一下哈，喂。喂，彩云，喂，在家啦，麦克伟啊啦，哟，乌蒙乌喂，你头好个你喂，哦，高哥，赞啦，哦，我最爱哦，最爱哦，哦，爱哦，爱哦，嘿，因阮做，阮做个嘛是做是是做生意吼，一定要的，要开店对无？拢做是伊咧讲的，含我的含我的经营拢相共，赞哦，赞。啊，今仔日佫加一个美女哦，阿敏小唱比赛哦，哎，小唱比赛，伊有比我较厉害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好啊，多谢你，嗯，好嘞，谢谢彩云姐姐，啊，你到今年过年穿什么好料啊？拜什么开啊？啊，都拜不过，别管变的拜拜安尼，安尼，哦。啊，阮这边拜拜，阮第二后生迄边个拜拜安尼尔，啊个公司个拜拜安尼，哦，安尼就三副行李，安尼三副行李，安尼就安尼坐坐坐，要安怎三副行李要安怎处理？明年咱来卖一只乌鱼子，卖一款年菜，三代同堂啊，好气好气，赞赞好棒哦，这上好啊啦，哦，阿妈妈辛苦你了，那三代加起来十几个，可能爱办啥多，哎呦，爱办啥多，今年过年好好啊，大声跟分享一个，讲今年我有见到偶像，还有给他烂一个，还有相片。哈哈哈！哈，你来看，你是谁？拢回来讲，妈妈也有追偶像，嘿，相片刚开出来，看电一下。啊，我命令大家都爱喝茶茶。嗯，我自己拢啉宿舍哦。啊哦，好棒哦！对啊，你都介绍较侪人啊。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哦，我
为今仔日开始，逐天来接起来，拢爱新年新年快乐。先甲讲一下，好，诶，吹打啉茶，咱来搁啉一吹，搁啉一下哈，嗯。嗯、啊、然后我们就来听歌、啊、哈，这个时间上好啊，下晡三四点啊呢，那开讲跟哪听歌，跟哪啉茶，唔知咱的好朋友咧精彩无？唔知啊，我平常要煮的不菜、嗯。对啊，我昨买一包迄个芥蓝菜，偌水的，爱死。无啦，伊那较油的较免死，但是嘛爱检查一下，对无？啊，那死那看咱的报道慢无，那啉茶。对啊，这嘛是一个享受。我今日刷来要听多一条歌。咱导播看到你，想到伊，来。来才有哦，赶紧给大家传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过年到啊，咁这项唔免传哟，定都会晓传啊，咁免传油。油是啦，咱这项油是做甲外口真的不一样的。嗯
真的不一样。你甲想哦吼，咱这个油啊吼，无定定买，但是咱有好朋友拢会固定转来摕，是拢会打电话来。来，那甲你讲一个，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哦。啊，但是罐子长得有点不一样哦。嘿，我以为是。饮料，赶紧给大家报告一下，咱这橄榄油吼是奥托利吧，哦，顶级的哦，吼初榨橄榄油哦，都是吼树啊顶蔓落来果实直接甲枝节，无过摕去加热哦，嘛无过用化学的落去甲油较侪的哦，初榨的就是这样，所以呢。拍开，好，你拼一个。怕鬼哦，你拼一个，伊这吼很像易开罐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它打开之后，爱安怎你知无？伊啊吼有一个物件，都是伊内底啊吼，你看像是黄金一样的哦，这个颜色才是对的哦。这水耶！有人讲这有做什么一体黄金，真的是这样哈。顶级的橄榄油应该是这个颜色，然后要闻闻看，对不对？来。嗯，车橄榄清香味，有一种臭味哈，臭味。你要想讲伊是果汁无，因为初榨的橄榄油应该像果汁一样哦，哈。来，你甲倒咧手的，来倒咧手的，不用怕，哦，安尼搓一搓，搓，就有香味哦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大哥伊的手吼，常常安尼打扣扣啊，伊拢弹，一直洗手对吧？对。啊，佮弹吉他，伊即拢beat，你又爱抹阿姐，爱抹阿姐。阿公甲阿妈咱嘛一样，阿唔过啊，你讲咱这是擦柴油，但是呢可以喝，我喝给你看。嗯，赞哦。嗯，这个油吼，你啊放喺嘴内安尼，落的啊吼。你会觉得它有一种香味啊！哥再来，今嘛都啉了对不？都啉了，安怎？然后才有一种的擦擦的味哦。你会不会介意？来，我喝一下。啊，你今嘛安尼，手安尼是不是油油啊？对不？来，你唔免烦恼哦。那你初榨橄榄油，只有初榨橄榄油，你安尼个啉，你才袂感觉味。啊，是安怎？因为它有水果香，有我们甘草甘草的味哈、啊，今嘛来，咱来介绍一挂特色。因为足侪人拢知影橄榄油足赞，但是赞伫咧倒是安怎？今嘛吼，咱来推广食这个油较好呢，因为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呐、啊。对，哦，还有橄榄多酚。对，啊，所以你要改当做保养品来吃。啊，咱会使去，会使啉，然后会使炒菜，然后会使凉拌。咱先把凉拌来，好，观众朋友看一下。赶快来看一下哦，这所有的菜你就安尼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过年时啊，吼，大家大喜大肉在吃，爱吃一挂青菜。啊，你若讲永远拢是什么菜，拢是当年菜，吃三天伊就把你毙命啊！早上要弄一下这个吼，啊，这里免烦恼，伊这买菜加肉肉，买菜加菜菜啊，我这什么色菜拢可以，重点安尼吃吼。咱讲这是啥？上健康的地中海型的吃法。哦，你讲哦，这可以沾面包哦。哦，如果你有面包的话，人诶，阿多啊拢是安尼。咱若咧食物件吼，袂使干咧食即个青菜嘛，袂使干咧单吃面包。单吃面包血糖升得快，所以你安尼问即个安尼。哦，啊，你就会吃到面包的香味。嗯嗯，哎，晓吼，安尼身体较会健康。嗯，啊，咱会晓炒无？会晓煎无？嗯，会使凉拌无？都可以。啊，咱要先甲大家报告，咱这是甲日本日清合作的罐子哦，一定爱了解哦。伊啥咱要做安尼？因为安尼吼，日光较袂去照着，对，较袂变质，完全不透光。啊，空气嘛袂走入去。对，完全不透光，因为啊，咱若搁看那玻璃橄榄吼，伊嘛是会透光，因为咱知影橄榄油拢是爱啊、这个玻璃瓶，然后要深色，可是呢。这样子的做法完全不透光，所以就会怎样，完全的保鲜、嗯、啊，这不是我们青菜公公的哦，这是啊我们的这个阿托利巴公司跟这个日本33年的哦、嗯、33年来他们都是这样做，就是日本的日清，日本的日清这个大集团设计出来的东西、嗯、他就是用这样。所以如果你们在家里如果你倒玻璃像倒啊倒到弯到整个四季，换这个很方便、嗯、哎，要带出门
丸方不方便？方便啊，要在家里吼保鲜方不方便？你也上大罐对不？伊咧用得慢，啊，咱这一罐是500cc，好、嗯哦，所以啊，吼你像拄安尼倒一杯，哎、欸，好像很快就没有。跟你讲哦，咱今嘛今仔日呢，一罐是几块？420块。嗯，啊，咱若买五罐是2100对不？是。2100当然嘛是爱过送一个过年啊，直接把咱提半大登去好不好？好，六罐偌济？2100，这样子半大好你炸登去，会使食，会使蒸，会使炒，会使凉拌，阁会使啉落去。啊，因为各位就是安尼哦。如果你要固胃的话，早上就是应该要这样喝一小口浓浓的配雕哦。哈，喂，你好，喂，我是陈秀，陈秀，刚刚有跟你传贺啊，进来哦。我要来，好，一组哈，还要2件外套，小干我这边哈，要去跟你处理哈，阿妹人在画啦，嗨，好，来0800763888，今仔日。刚刚有过年真干的这道呢吼，啊半大是几块？2100，外口要买这种拍卖哦，吼、哦、你要看到 extra virgin 一定是初榨橄榄油哦，然后呢你注意给他看一下哈、哦，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，下列画家有一个八条码就是八，八的意思就是西班牙原装进口哦，全世界75%拢诶橄榄油拢是位置的西班牙来的，但是啊你要注意看，要这样子，就是盒子上面这个条码要有八，那个才是真的原装进口。你忙去买到迄种买回来台湾再个分装的迄种啊，随时拢上清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昨昏在运到的仓库装落去尔，迄种哦不一样哦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哈是最新的技术，所以啊，咱的好朋友，你今仔日若看到算赚到啊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干的，会使吃，会使炒，会使凉拌，会使煎尔，阁会使安怎来？朋友，恁拢唔知影我有这招。我打刚弄的冲啥，弄这么浓的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先把它按摩，然后呢，把它的这个哈、哦，你看我呢哦，我拢无去买卸妆油啊、哦，我都直接弄安呢哦。你看哦，卸得好干净，它有橄榄多酚、嗯，所以呢，在脸上不伤害之外，人一个也保用哦。啊，我今麦是不是？我今麦是不是去掉啊？对不？我贵宾的哦，啊，去掉了，我都够用这个按摩，我没有再涂什么保养品，安尼都会晒机咯。所以观众朋友，真的是上天的啦、嗯。啊，但是你袂使讲吼，别行的拢要安尼，一定要 extra virgin，、嗯、一定要。西班牙原装进口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爱上新的嘿，阿林你嘴也有一种香味。嗯，赞。今仔日买无着，过年你都无油糖好吃。进来，0800763888，今麦来赶紧卡电话，因为过年前啊，今麦买你才送得到。不然就送不到了。那有喝过的朋友，你都知影，咱这吼是上顶级的，因为会有一点点辣辣的。一点点，迄都上青的才有哦，青的天然的才有当啊。对对对，因为迄橄榄为青蛙慢来了后啊，吼、嗯、过色了都直接挤了，好、嗯哦、就要直接挤这样子才可以哦。吼、嗯，喂，你好，来你好，来你阿妹哦，中华的好朋友，你来一组哦，我紧甲你处理。好啊，我一组。好，谢谢你，0800763888。咱唔通够用迄吼啊，这个猪油啦，吼，像咱过年时啊，吼，这个时阵吼，真正食较油粗。所以你愈油粗吼，你就愈其他的物件爱用这种，爱用这种的油。安尼才会好势，安尼才袂讲吼，去卡着血管啊，对无吼？啊，才袂讲啊吼，和咱家己的这个血管内底太多的废物，用这个呢是可以帮忙的、哦。来，咱来吃这个，咱来吃这个油，咱来吃这个油吼，咱的大细条的血管较袂去塌掉咧，较会顺畅。所以你若用唔着油的人，你今年咧七当七塞有足忝的无？啊，你清厨房有足忝的无？用这种的呗。哦，油烟不会高，然后呢也不会黏黏，因为外靠这些油是一种化学的哦。安怎化学？伊就是啊，吼，像是要放溶剂落去，吼、哦，爱、嗯、再溶出来。啊，那亲像橄榄都是直接甲挤落去。啊，你要知道哦，像迄土豆油啦，吼，啊是芝麻油啦，吼，迄是拢安怎你知无？伊迄拢爱搁个加热，再煎出来油对无？嗯，橄榄都是那高接的。
吼，初榨的就是安尼，就是那果汁的，安尼才会生橄榄多酚，才会让咱的身体抗氧化。吼啊，所以这是欧米伽九哦，这不是亲像咱的土豆油、花油啊，吼，还是大豆沙拉油，那是欧米伽六哦，迄袂使食伤济，迄食伤济对身体有负担。啊，你讲啊，都啊不是食低油啊，那有负担？那个是欧米伽六，吼，都会一样，会去咱讲的火气也较大。啊，无你那会食麻油的火气？对吧？你看这就想通了、啊、所以来每天我们要擦菜、啊、我们要抹、啊、要喝、啊、都可以，天然的才可以。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它已经吸进去，现在这样摸这纸我手就没油油了，没油油。我刚刚是不是抹在手的、啊、你现在看、哦、你看、哦、我这样抹这卫生纸没呢，不会去呢、哦、所以这就是不黏、哦、不管你有煮没煮它就是不黏、啊、也不黏到啥，所以你整身躯都可以抹、啊、这是天然的、啊啊、不然你又抹营养品抹那多也抹得入去，因为你就卸妆没清洁、啊、保养保不入去，用这个就可以，所以这样不能清洁有够俗的。对啦，观众朋友，我一定打电话哦，空不空空好763888，现在又听歌进来，听多一条啊！我真正爱你，有影无？有啊！想袂到离开你了后，生活会这稀微。无人来伴阮去散步，无人伴阮饮咖啡。你一日因为我无注意，才来对你发脾气。谁知你伤心流珠泪，我拖着来做你去。相信我是真正的爱你，想袂到离开你了后，生活会这稀。注意，才来对你发脾气。谁知你伤心流珠泪，我拖着来做你去。啊，请你不通伤心，我是真正爱你，希望甲你过生期。自从你来离开，每天怨叹自己，三顿变甲无滋味，想你想你。相信我是真正的爱你。相信我是真正的爱你。
我们刚刚手上都是油哈，对，眼睛嘛哈，弄真的都干了，嘿，都吸收了，弄没弄没黏黏，咱普通时也无还油是咪弄沙拉油，就弄安尼黏滴滴烧烧，这都这个都不会。那种你敢喝下去，蛮干啦，但是你有一招给你，好，我有一招吼，甲底洗的期间啊，咱手洗好甲喷一下，擦擦的，安尼敷敷的。啊，马上吸收，哎呀，买什么护手霜拢是香精，这是上天然的，对咱身体上好。都有哦，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，咱啊用这个油去炒菜，咱食饱的时阵，咱去碗吼要洗的时阵，足好洗，对，袂安尼割割黏黏安尼，咱啊普通的沙拉油、土豆油啊，对，黏滴滴足歹洗，这袂。足侪人讲冬天都爱用烧水洗碗，对无？爱用这个油唔免。你系对，啊你那是啊吼，用迄烧水洗，佮洗甲规个迄菜瓜布拢安尼黏黏，黏黏那个真的是假香油啊，你知无？迄都会甲咱的身躯的大条细条拢甲打落袂停。安尼我甲你讲哦，一个过年可能你迄个洗，咱迄个洗碗槽有无？洗碗槽迄个缸啊有无？迄号做啥物？下水道迄条有无？对，塌的呀。迄条一定塌掉诶，所以人来通。所以你不洗的话，用烧水来冲对无吼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代表你吃的油就不对了。不健康。啊，迄条吼，迄个水缸来塌吼，代表你的胃更好咧塌。所以条买塌了。所以要换诶。可是我跟你讲，阿敏，我们第一届伫咧这个节目内底吼，推广橄榄油啊，真正阿妈讲啊啥。蜜是橄榄油，他真的还没吃过哎。哦，伊冇食过啦。哎呀，伊唔知呀。啊，其实哦，橄榄油就是吼，咱国外吼，伊迄预防失智、地中海吼饮食上介重要诶。啊，那台湾嘛有一种橄榄油，叫做苦茶油啦。啊，那种就是叫做 Omega 九，啊，迄就是对身体吼拢真好诶。啊，但是真侪囡仔啦，看到甜、闻到迄茶油，伊就受不了啊。哎呦，迄个味，因为一种迄种咸啦。啊对啊。囡仔较无爱但是这个不会哦，你要想它就是果汁，它是果酸果香味。对，所以你爱会了解。安尼你再讲哦，人阮嘛要搁食橄榄油，所以即卖人啊，拢注重健康诶，所以拢会买这来食。这一定啊，啊！但是你爱知咱这就是吼上顶级诶，啊！咱唔好搁讲过咧，等下吼，互人来甲咱罚钱。但是我们也不是在广告，有时候在想说，这就是咱哦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咱来对就是来，咱来怎样讲，咱你食啥哦，安尼才会讲哎。顾健康爱靠生活，无拢要顾油啊，那会使？对啊，因为人叶大哥有甲咱交代，讲吼咱来顾吼伊会听众朋友的健康，对啊，健康的尝试吼，因知影安尼嘿。所以咱都知影，这油啊吼，分这个会健当的，或做饱和型脂肪会健当的哦。啊，伊种都是甲你黏迄落有无？水讲的有无？水讲的甲你读。嘿，啊那这个不饱和脂肪酸，不饱和的就是安怎？伊会流出来。啊，真够变质的啦。哦 ，Omega 三六九啊，啊那 Omega 三加六吼，这多元不饱，哎，就搞这个歹嘢啦，讲真诶吼，所以恁导游呐，放百年拢未歹有无？迄一罐遮大罐，啊用三个月啊拢无油耗味，迄都怪怪啊，你知无？迄都问题啊，迄不是天然诶。所以我要跟你讲哦，这个我们要理解，因为它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萃取出来的。无你看葵花籽、葡萄油、葡萄籽油，你看挤遐碎粒，你甲挤出来敢无油？嘿，爱过一种溶剂，溶剂油啊才会有啊，亲像天然的橄榄是安尼挤落去，伊就注油出来啊。连土豆嘛爱擦过才有油呢，所以最不会发炎的油就是这个橄榄油。哪有有有？但是你呀，吼，平常也会听到啦，爱食鱼啊，叫油对不？嘿，嘿是 omega 三。omega 三 ，omega 三食了会翘翘，但是 omega 三你看鱼啊，足紧就歹呀不？欸、对不对吧？早起若无变到中昼，看你会食几无？臭气啊啦！对呀、啊，所以好的油它是很容易变质的。所以恁家油若放在遐百年未歹，你无感觉真恐怖吗？迄个油都唔通吃，要惊死我！对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其实吼、哦。低油是上稳定的啦，是啦但是低油会震动啊，会震动嘛，足恐怖的，迄条切掉去拔掉所以你来想想的是不是爱换一下比较好？哦，虽然咱有幸运通。
哦，细条的、大条的拢会通，但是你若无爱，你咧食食的物件修改调整，嘛是袂通。对啊，所以这一定爱推广。啊，不过嘛，足侪人拢知影啦吼、所以伫咱这无定定卖这项，但是若卖到你有食到，你讲哦，换这个方式比较好，较好得，较赞较赞啦。对对对，吼、来控不控控，八都是现场。今晚未使讲七啦啦，会使啦，会使啦，都继续卡啦。看伊咧要爱，无紧卡一边都哎，没有每天这个啦。过年前你看那么重，六罐呢、欸，每一罐500 CC 呢、欸。等你搁继续卡，继续卡。人爱来更啊，更去恁兜啊。所以过年前不会一直卖这个，就是啊、有看到的人吼、有赚到，因为这上千嘛，啊嘛无买人嘛固定来退啦，拢会来问。啊，咱若今仔需要啥物好康？哈，做你家卡来问哦，安尼了解无？安尼咱即马开始搁接电话啊哈。咱的阿基儿，卖人。阿基儿，阮这水水阿基。哎，我隔一道跟哪又来隔咧？哦，哎，你内行的呢？半哦，半大啊，半大对啦，今仔日一定拢送的，送到半大为止啦。我搞个送个搞。Hello， 两千一的哈。哎，对，吼，多谢恁趁钱。感谢你，趁个油谢谢哦。今仔日就是油，吼，你看拢无油，臭味，你看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刚才有阿送一个来，感恩你哦，谢谢咱北投的阿喜大哥，感恩空不空空，哎、8638888，今麦这支是可以的，啊，大家要买就搁开这支啊，开心欢喜，阿喜啊哥哥嘛买，阿基啊姐姐嘛买，好，咱这爸爸跟妈妈、哥哥跟姐姐，小可有看。你记也较有吼，上惊迄会更有塌掉无吼。来，我跟你们讲一个健康常识，就是啊吼，小垮塌吼，啊个大塌，大塌是安怎呢？大塌你迄个当下就喘袂起来，胃只规片，拢有敢那石头咧跌掉无吼。啊，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测量方法，就是讲你吼，咱的血管啊有遐侪条啊吼，尤其靠近心脏这边叫动脉对无？有踢到无踢到来，手给我，安尼甲揿起来，揿好按哦，我揿好按，来1、2、3，打开，马上爱红过来，马上要红哦，啊，三秒钟里面没有红的话，就代表有可能有塞住了哦，哈，就要去检查一下比较安心。啊，这个不是我随便讲的呢，这个哈、哦，如果像我们今天在据点里面就有那个啊、这类老师来教我用 AED 哦，啊，想说甲我讲这个最简单的检测方式，所以啊哈，其实咱台湾哦，这个心肺功能病足多啦，所以一定都爱教大家这个来教授。对了，所以哈、哦，咱观众朋友吃物件哈，足重要、尤其是油。对啊，咱来选择好的油。没有错，来喂。你好，哦，家人，哈，哪会声音嘛呢？气到有影了吼，你有介意啊？无你讲，你讲。哦，你啊坐坐着呢。阿姐，你听无清楚呢。你听袂清楚。来，咱请客服给你接，08008638888。哈，啊，你若要买，爱卡多一支。7638888，哟，安尼个记号条，记号条。其实最近咱唔免讲要卖啥，最近吼、叶大哥讲，这行嘛未歹，迄行嘛未歹。大家若要伴手礼，就要信杏仁茶；大家若要通，就要幸运通；大家若要好，就要好康的核桃心。大家都知道吼，大家都会呢吼。喂，你好。阿梅小姐你好，我安呐，我安，今仔日咧传哪哟？要传一个油呢。好，我连名啊，甲你写起来呀，我即马写起来呀，吼，赶紧过年前甲你寄哦，哈。小姐你好，有，你请讲。阿哥，这个阿敏小姐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感谢你来甲阮支持哈。多谢你，谢谢阿梅，阿梅来香人，别，我都听。别，空不空空，七六三。
8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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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
有人靠来和我们讲啦。欸，你们都，你看看我皮肤水不水？水啦，你看。你安尼讲，我拄啊抹油对不？我今嘛拢甲切掉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刚刚，哎，欸，你看这个够个抹了，讲这顶头什么都没有，我拄啊已经安尼。用油卸妆，表示讲这是上好上体面。对，然后我又回家的话，我用卸妆，啊，再个切掉，吼，啊，然后用这个按摩，吼，安尼，啊，我恁讲，你用一般的这个三文洗就好啊，卖个强力洗洁剂去洗，强力洗洁剂，莫那边洗了伤清气吼，嘿笔啦，然后吼对长辈来讲吼，嘿皮肤上大不行，啊，你用这吼洗洗，啊，你三文小洗一下就好啊，你莫个提强力的洗洁。洁剂，哎，洗面洗面乳啊，那个有哎，几滴几滴的安尼乳，不要，不必要，皮肤拢无好，皮肤乳量相当拢会歹，会伤害。秋叶大哥一直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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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缸洗五十盖，所以手拢会变，拢爱干抹这，拢叫伊抹这。我看叶大哥来讲，你搁抹一个啦。所以我拢穿一罐洗罐啦吼，阿姐嘛在甲喷子喷子啊，对啊，这样是不是很好？伊这抹抹马上吸收呢，用天然的啊，拢袂黏贴贴。好，阿老宝贝，好宝贝，咱今嘛今仔日搁有一首歌要播给大家听无？爱搁播一条无？大播。双红在梦中，双红在梦中啊！哎，梦一下，我们叶大哥如果用这个啊插彩，插彩。有什么感觉？一点点拢煮袂煮噶，超会打。安怎嘛不锈，咱迄不粘锅可以，啊，搁这油可以，讲叫伊煎一粒啊，能试看卖咧，好唔？好，林刚，咱来叫伊煎，现在咱家用起来。那有观众朋友，你看好不好？哎呦，啊，恁那早起吼，先咧露嘴齿安怎，再放咧嘴内，落落落落的配掉。啊，然后感染多酚对不吼？啊，你搁落落落落的吞落去，对胃嘛就好哦。啊，对嘴齿嘛就好，对牙龈嘛就好诶。大家可以试试看呐。啊，今嘛刷来搁听歌咯。梦中，唔通讲。